就是 AP 型的，AP 型的其实比多兰剑的更好打一点。多兰剑他 A 人很痛的前面。不急，他不给距离就不 E， 给距离我们再 E。给他叠膝带好，虽然被他 Q 一下也无所谓，也无所谓。但这一把这个卡他带的是 TP， 我们要注意。走，我们又打起来了，我操！难受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这平台亏两个兵，我亏兵了。就和游泳一样。不知道能不能擦掉，我感觉差点伤害，那就怪了，哥们，完成单杀，完美，回家走出来，快一点，还有 TP， 还有 TP。尽量快一点，这个线确实得漏了呀。干嘛老是这样无脑入侵？这打野像演员，你们感觉呢？这不是演员吗？都掉点了还不走？先去右走吧，是吧？走吧，走吧，太远了。我这个斯拉兔子他很亏的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找个点火，但是我感觉
他们打野也在啊，糟糕，什么意思呀兄弟啊，我说这样的在塔下移过来吗？你在跟谁作对啊？就这一枪把他带走，的话也可以来一个来一个吧，挺顺的。格大格大，哦，意识力有点久，意识力有点久，没意识了，亏了呀。反正拿了个双，这波拿了一个头。哎，没抢到吗？就和游泳一样。对面的好像。AD 怎么又死了？卡特装备都比我好了，这波能打过吗？
就大大空的离谱，这两个人中间空了，这无语了，无语了。不亏就是了。想看戏法吗？看到卡莎了，我听到他 AA 蛤蟆的声音了，真的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反应得拆塔呀，不然很难。是四层发育。还在带。打起来，我说守卫 DC， 你往哪跑？我把那盘子告诉我，装逼小子。直接一闪啊！我好弱呀！我去！哎，失去你去飞的见识。有沙漏接着去，没闪现的派克。我操！追了。哎，他怕我反杀他。其实我这波是有点想法，但是我是。想的是先跑，你知道吧？不追就算了。你撞的太长了，他一个 E 我就死了。正常来说，一个 E 我肯定死。我知道狗为什么厉害，狗它直接两个 Q 能回血，极大的增强到它的持续作战能力，然后它出的这个是有点肉的。
这有点弱。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哎，坏了坏了，又来了。你们是很聪明的卡特，他等我用了 E 带出来。但我觉得得拆呀、啊。浪潮闹麻了。那尽量少吃点匕首，走喽！线我都不敢吃了呀。就和游泳一样。开毒，不毒不行了。每次遇到这个小龙选小龙人上单的都坑啊，我操，这下难了，我把技能全给狗了。我没办法呀，我这波不读书也死了呀，关键是这也没什么办法。咋你也不要想走，还是想读一下，我感觉这把挺难赢的。少男有点肥，嗯，不然做法穿。大龙没视野，他们打大龙好快的呀，哥们。又送，我有闪现，我操！太平淡了，就和游泳一样。我准备好了。对面其实就中下比较脆，他们上野我感觉不怎么脆。挺难杀的，真的。脱路喽！放眼。
这照面就死呀，肯定不能都过来呀，千珏啊，那他们不是开龙吗？ 跑的是真快。 跑的是真快，这些敌。笑。做毛的法团，直接帽子，帽子才是机会，帽子才是机会。 少点钱，这龙来不及，说实话，来不及，无敌，无敌，八百法强，即将进入我们的全盛时期了，哇、哦，团吧。 还有个女妖加盾，看我这 Q W 他受得了吗？别怕。 有点急了，不是，我们鲁先怎么死了呀？被狗切了。 我也不能带，我担心他们团给他们过，我肯定要跟团的。但我担心，我感觉队友们要被开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，我和游泳一样。 千珏没有被看到，卡他一个好像。
别急。开始先，不急，开始。喜欢烧快克，烧不死你。我到了快好了的。有闪现，放个大。Q 杀喽！你在跟谁作对？闪现 A 我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拿下！太年轻啊！闪现 E 我，我操！无所谓啊，我拿下了，怎么说？走呗。我们这波伤害打出来，吃点技能，够了。